全港公投可以有制度喺度喎，我用我身份證，黃偉文係咪啊？只可以投一次嘅，公投只有 yes or no， yes no， yes no 就咁，唔好複雜化，只有 yes or no 嘅啫，瑞士最中意公投噶啦，起條隧道有公投，起條嗨皮有公投，係咪？台灣都成日試㗎，喺澎湖喎、金門喎、開島好唔好喎、啊？嗰邊全部都發過反對，係咪？係啊，要快喎啲動作，咁啊，瑞士啲乜嘢都要公投嘅人嗰時。 咁又香港人就俾八萬啫，都有個比率啫嘛。不過公投犯法，清氣啊！洗洗洗底啦。即係香港人公投，公投權利。咁西藏有冇？新疆有冇？係嘛？上海、北京、重慶、廣州人有冇？再推而廣之，全中國14亿大陸人有冇投票權？哦，咁啊，冇得。 所以唔覺得佢哋簽名住啦，簽名可以做假。至於產住會唔會？佢邊個？佢好處就喺度，要觀察佢。但係點觀察咧？好多人望，其實望而表面上係望緊，其實睇唔到嘢嘅。表面上聽佢，佢唔識聽嘢嘅。點閱讀一件事，我哋叫閱讀 reading。 阿細寫成咗好少喎，今次。喺寫作裏邊咧，有幾個訓練技巧嘅。 點教你閱讀咧？首先個導師會攞一個檸檬或者蘋果，冇啦食曬啦，瞓覺啦。檸檬或者蘋果，冇啦冇啦冇啦，我咩冇乜所謂㗎，特別需要用雞蛋嚟畫嘅嚇，一樣啫。攞一籃入嚟，每位同學每人攞一個，瞓覺啦瞓覺啦。我俾你半個鐘頭，你儘量觀察你手中嘅檸檬，然之後你睇到咩特色嘅 characters，你就drop 喺你個 notes book 裏邊，drop 喺你本 notes 度。啊，簡單啲用廣東話同香港人講啦，喺你個 notes 度 drop 低個 point form， 冇限制幾多 point， 有啲就係講嚟講去講到三個 point， 有啲係捉咗60幾個 point。嗱，冇所謂嘅，你自己總之半個鐘頭你觀察，揸住你手上邊嗰塊零個粒檸檬，自己望落去，你就寫低啲 point。 寫咗你都睇到，寫完之後半個鐘頭時間過啦，根據自己嘅 notes 寫好曬，放翻個檸檬落個攬度，撈翻雲佢。唔該，每位同學根據你嘅 notes 行出個攬度，攞翻自己嘅檸檬出嚟。你自己寫得曬啲證據㗎啦，特色㗎啦，咪黃黃色㗎啦，青黃色㗎啦，嚟如儀像檸檬咯，檸檬咁色咯，係嘛？咪橢圓形咯，咪披風尖地咯。 屎忽有粒的咯，唔使揾啦。四柱新奇士咯，啊你寫啊，你寫已經寫啊。你望住啲 notes 就發覺原來你嘅所謂觀察其實係廢物嚟嘅。你以為觀察咗，你根本又冇觀察到。橢圓形咦，全藍都係喎，屁股尖尖地，咦，全部都尖嘅喎。嚇，成粒的喎，喂，個個有粒的嘅喎。印住新奇士，新奇士嘅印喎，屌，即係講翻啲無謂嘢。嗱，你唔好笑。 你唔好笑，個個上呢個workshop都遇到一個問題，你發覺自己嘅觀察原來唔係觀察，你自己 job 嘅 notes 原來係廢柴嘅，因為你要揾翻啊，你根據你自己嘅觀察 job 成嘅 notes 揾翻個檸檬出嚟，你唔好笑喎，好多香港人去到加拿大去到美國啊，發生咗一啲罪案事件，你協助警方備口供都係咁俾嘅咋。 你問你見到啲咩？見到個黑人咯，幾高啊？2米高咯，著咩㗎？著牛仔褲波鞋嘅咯，跟住啲大嘅咯，個鼻邊嘅咯，個嘴唇好厚嘅咯，戴頂冷帽嘅咯，佢件 T 恤同埋風褸嘅咯，跟住跑得好快，大佬運動咩啊，大佬？佢成個 New York 成個 Queens 都係啲咁嘅人，係啦，你冇觀察佢，你話唔係啊？我真係知道佢邊個樣啊？而家腦喺我腦裏面啊，佢個樣。 佢樣喺你個腦裏邊，但你表達出嚟不外乎都係兩尺高嘅，咪兩米高即係6尺，係嘛？後生仔喎，10零歲到20零歲之間啦，著波鞋牛仔褲，係嘛？著風褸喎 T 恤，大冷帽，嘴唇厚喎，黑咪掹喎，眼碌碌喎，閃光喎，鼻扁扁喎。但係應該係上邊訓㗎嘛？
你可唔可以口講出你手中個檸檬同檸檬點咯？瞓啦佢。